从一开始，我们的情报已经泄露。之后那两个日本特务又在警察局里被人暗杀，一路走来，这个内鬼都能够准确地掌握我们的情况。来天津的事情，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。日本人是怎么知道的呢？还偷走了我的手表，内鬼一定就在他们三个人中间。开天窗。 三个人中，小麦子身手最灵活。志明手上有荧光粉，肯定跟手表有过接触。你拿过手表是吗？啊，我没拿。刘刚当时站在最里面，不容易出手。他们三个人之中，究竟谁才是那个内鬼？ はい、さあ、お疲れ様です。腕時計はすでに手に入れました。我跟你说过几遍了，说汉语，汉语都说不好，怎么能统治中国？姚迪克去了哪里？大佐，我拿到手表时，迪克就已经不在了。看来。 他已经知道手表的秘密了，迪克已经给他卸掉了。这块表对我根本就没用。对不起，这次让你失望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承担这次失败的全部责任。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马上通知杨天笑身边的情报员。 一定要尽快拿回手表，迪克。哎，杨大哥，有件事儿，我不知该不该说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叽？快说。我觉得那个奸细啊，一定是局里的人。因为那天你让我收拾制服的时候，有一件制服上少了一个扣子。 当我进去偷表的时候，是那个扣子提醒了我。那你觉得这纽扣会是谁的？哎呀，我当时没留意。 队长，既然这手表不见了，那咱们留在天津也没用了，不如咱们赶去凤城和局长会合吧。我想这个时候，陶应该心里有数吧。有什么数？那表是假的呀。不是，在火车上被偷的手表的确是真的，但离开沈阳前，我已经把手表底壳藏起来了。 姚底的密码我已经手抄了一份，那我们现在应该马上去找大田教授，让他帮我们破译密码。现在，我不想去找那个日本人。为啥？那还有其他人呢？当然，日本人跟东北军打交道那么多年，我相信一定有不少的人才。我想把那个手抄本交给我的父亲。真有你的，连我们三个都被你蒙了。 天笑，我来天津了。对了，爸爸，我这里有一个密件呢，我需要东北军的解码专家来破译，行吗？太好了，地点是海河码头。好，3号仓库。 待会儿见，谢谢。我现在就要去见我爸。我跟你去。不用了，见我父亲，有惊无险。注意安全啊！好。
好嘞，杨天笑究竟在玩什么花样？ 你咋来了呢？我还问你呢。我刚才被李志敏跟踪，所以我就反跟踪他，就到这儿来了。我也是跟踪他到这儿的。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他神神秘秘。以前在警局里，他有时候突然就失踪了，谁都找不到他。原来他是内鬼啊！说什么呢？谁是内鬼？ 都现在了，你还不承认自己是内鬼？那你躲起来干什么？分明是想暗算我们队长，在抢他的手抄本。哼，让我猜着了吧？我躲起来是因为你们两个老跟踪我。没想到吧？我们这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要不是你鬼鬼祟祟的跟踪天笑，我会跟踪你吗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是担心杨大哥的安全，暗中保护他呢。暗中保护？我看。 你是打他主意吧？你别忘了，上次在火车上是谁用小刀割破了他的口袋？哎，你这是贼喊捉贼！你冤枉我！李志敏，你不用污蔑小麦子，我刚刚就看到你跟一个男人在暗通消息。刘刚，没凭没据的，你别乱说话。证据，看清楚，这上面写的全是日本字儿，他就是那个日本内奸。原来。 你真是内鬼啊！我不是，我不认识那个人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纸条给我。证据确凿，你还狡辩！我明白了，你们俩是一伙的，想合起伙来算计我。别吵了，头儿，他们两个人是内鬼，现在想合起伙来欺负我。队长，他才是真正的内鬼。 就是他，我不是。别吵了。今天是我故意引你们过来的。刚才发生的一切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头，你是不是连我也怀疑呀？头，我跟随了你这么多年，和你一起。 出生入死，那么多回，我是什么样一个人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我今天也许解释不清了，可请你相信我，我不是内鬼。今天我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，杀了你这个叛徒！
既然内鬼已经浮出水面，我们赶紧行动去找大天教授吧。 我被杨天笑怀疑了，他们知道你的身份了吗？没有，我的身份没有暴露，只是他们怀疑我是内鬼，把我给撵了出来。这么说，你暂时已经不适合回到杨天笑的身边了，我马上请示一下党组织，再给你安排新的工作。不，我不能让真正的内鬼得逞。主任，我申请重新回到杨天笑的身边，帮助他调查内鬼，而且我现在也应该回到他们的抗日武装队伍里。 找合适的机会，对他们进行思想工作。我担心你的安全，放心吧，主任，我会小心的。9月18日的晚上，日本人在沈阳北大营打响了第一炮。小麦子，去找辆车。我不会开车。刘刚，你跟他一块儿去。东北在城，相继沦陷。是。我去找大田教授。被残杀，被迫害。 走吧，你看啊！我们要向党权者表达我们的立场，我们要抵抗日本人，抵抗日本人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还我东北三省，还我东北三省！同学们，我们绝不能让日本人践踏我们的国土，我们要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宣战，我们要向他们。 大田教授，我来的时候就查过你的资料。你是一位反对战争、热爱和平的和平主义者，曾多次在日本和中国发表过维护世界和平的文章，还批判日本侵占台湾、朝鲜、琉球，更呼吁日本从这三个地方撤出驻军。也正因为这些言论，您遭到了 右翼分子不停的追杀，我想，这也是您长期留在中国的原因吧。撒冷里一会儿跟不上他们了，快点，着啥急呀？要不你自己来。你是数学专家，也是密码专家，这次我来是想求你帮个忙。 我有一份日本人的密码，想求你帮忙破译。试试。我不希望发生战争，我反战，反对中国主义。可是。 我是个日本人呐，和你一样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不能背叛自己的祖国。大田教授，我想凡事都有对错，您是有学问的人，我相信您很清楚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不要多说了，我下了决心。 教授，还我东北三省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队长，快上车！ 把乌拉山抄来，你跟中国主义有什么不同吗？我也是迫不得已，教授。
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些日本特务，我相信他们是冲着您来的。这里到处都是日本特务，太危险了。队长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先回保安队。好。大将元帅，你怎么了？教授，您没事吧？我有心脏病。教授，你有没有带随身的药物？没有。没有？怎么办啊？送我到新华街医院。先去新华街医院。队长，那不能去，那里是日租界，我们去了谁也别想活着出来。救人要紧，快。好。心脏病发，需要急救。哦，是大田教授，不要着急，把病人交给我，快扶大田教授进去。不不不，你们不能进去，免得影响我们工作。对不起，先生。もしもし。はい。丹佐阁下，刚接到消息，大田教授跑到新华街警察局，请求日本领事庇护。那么就派人去请大田教授回来。小鬼子呀！他们要带大田走了，我们一定不能把人给丢了。教授は京都の有名な先生でいらっしゃる。だから京都料理を作らせましたよ。ふるさとの情緒を味わってほしくて。お気に召されますか？京都の料理は京都で食べるに限る。身内で食べてこそだ。異国で皇居のものを食べても
本場の味に及ばん。もう無理はさせんよ。それでは、太田さんは日本へ戻りたいんですか？そうだ。日本こそ我が故郷だから、いつもずっと戻りたいとは思っている。どうしてあなたはここを我々の家にできないのですか？ここは他人の住処だ。他人の家だ。我々がもし占領したなら、ここの人たちはどこを家にするんだ？忘れてはいけませんよ。あなたも日本人です。分かっておられますよね。私は日本人ではあるが、しかし常識はわきまえている。何が正しいか悪いかは分かっているつもりだ。天皇陛下にお前は背くつもりか？天下，你要到日租界的警署去抢人，这明目张胆的抢，绝对不行。我当然知道，兄弟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大田教授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我一定要把他带走。你能不能另外想个办法？我一定配合你。报告，谢。队长，在海广寺集结的流氓已经蠢蠢欲动，看来他们是要有所行动了。而且根据侦查所得，在海广寺的日本人不仅有步兵、炮兵，甚至还有装甲车。连装甲车队都开来了，看来这帮日本人是想闹大呀！命令所有的队员一律不准放假，已经放假的也要到保安队来报到。另外，再清点一下人员、武器和火力，必要时向政府军协调人员和军火。再通知所有队员，一个小时以后在保安队广场集合。是。天笑，看来我只能抽调一少部分人手来帮你了。报告。姐。队长，我回来了。队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不是叫你们盯住大田教授的吗？大田教授已经被日本人接走了，被安排在日租界的一栋别墅内，周围有上百个日本兵包围着，戒备森严呢。想接走他太难了。是啊。天笑，我看这事儿不能硬来，你能不能把旧教授这件事儿想缓一缓？兄弟，我已经想好办法了，放心吧，有惊无险。姐，大队长，嫂子来了，让她先来休息室，等我一下。是。你有好多天都没回家了，今天能休息回家吗？这两天外面出大事了，我一分钟也离不开局里了。孩子这两天恐怕就要出生了，万一我要生了，你又不在家。我知道，现在这个时候我应该陪在你身边，可是我真走不开啊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家，等我办完公事，马上就回来陪你。好吧，等你忙完了事儿，一定第一时间回家。我答应你。嗯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可能是刚才路上动了胎气，没事儿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你先躺一下。怎么了？这群流氓全都是从日租界涌出来的，你看。这些小日本鬼子经常用这招掩人耳目，他们以为是万事万灵。今天我就让他知道我们天津保安队不好惹。你看，各个政府大楼上面我都加派了大量的警力，我倒要看看这帮小日本鬼子还能不能横行无忌。兄弟，我认为现在是抢教授的最好时机。小麦子，到，准备些汽油和干草。队长，准备这些干什么？听我指挥。是。兄弟，不管你打算怎么做，我都大力支持你。队长，队长，嫂子，嫂子。子乔。芷月，怎么了？
羊水破了，孩子马上就要生了。不用怕，我会派人照顾你的，马事也没有。周坚，到。派人送你嫂子去医院。队长，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便衣队，这很难开出去。子江，兄弟，我去。我好怕。你还是办正事要紧。找个产婆来。你嫂子接生。妈，奏这儿。快去，别啰嗦。啊、是。 子江，秋月，产婆来了，会好好照顾你。子江，我怕。没嘛大不了的，就是，子江，我不能陪着你了。兄弟，这样不好，你还是留下来陪嫂子。嗨，不就是我这宝贝儿子，想早点出来见见我吗？没嘛事儿。 子强，等我办完事儿回来，就好好陪你，我的大儿子。子强，我怕。子强，走吧，办正事要紧。子强兄。 大伙儿听一下，你们这样集结是非法的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散去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冲突。如果你们执迷不悟，那我也只能被迫使用武力。不能让他们解散，那我先开枪。 别烧他！你开车！你别拿枪指着我，这枪会走火的。别废话！我真的是台湾人。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，我也是被日本人拉过来做军夫的。左转。左转。
大田先生，松本大佐交代过，如果你轻举妄动的话，那我们就替你好好照顾你的家人。这是你女儿的项链，我想你应该还认得吧。 前面可是铁门哎！别废话，全速前进！是。 专程来接你的，我哪也不去，你们快走吧。你个糟老头子，我们死了多少回来救你，你留下来干什么？大田教授，跟我们走吧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快走吧。如果你执意不走的话，我是有不客气的。你要干什么？起来。哎哎，你。
把大田交给我。原来你是内鬼，杨队长，你现在知道的太晚了。 台湾人，咱们分头去追，明白？小歪子，刘刚是内鬼，小心！教授，你怎么了？我心脏被犯了。怎么了，小兄弟？快把装甲车开过来！是。杨大队长，你们谁也别想走。 快！刘刚，把小麦子放了。你跟大田跟我回去，我就放了他。私はいかん。お前たちの殺人に手を貸さん。太田、天皇陛下はその顔か。那我就杀了他。 是你，谢谢你。谢啥？大家都是兄弟。你怎么这么神呢？说出现就出现了。因为我不是内鬼，我知道真正的内鬼一定还在你们身边，早晚会现身，所以我就偷偷的跟踪了你们。对不起，曾经还怀疑过你。我也怀疑过你，只是没想到刘刚居然是日本。看来在警局杀那两个日本特务的，应该是刘刚。 明天需要手术，请在外面等候。小麦子，我看你伤的也不轻，我带你去处理一下伤口吧。没事儿，我这皮外伤。去，快去。亚子，爸爸，对不起。 大田教授。
大田教授，你们来了。哎，您别动，您现在需要好好休息。没有什么大碍，谢谢您救了我。你要谢呢就谢他，是他救了我们，他是我们的队员李志敏。谢谢，谢谢你呀。大田教授，日本关东军侵占沈阳的事情你知道，就连这一次天津的事情你也是亲眼目睹的。如果我们再不阻止日军侵华的阴谋，那到时候不单单是中国的百姓会家破人亡，就连你们日本的民众也一样会因为这场战争而死伤惨重。我想这不是你希望看到的结果吧。你们需要我做些什么呀？